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亚一块电电脑呀，小铃铛打个招呼。嘿，小伙伴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铃铛。Hello， 欢迎收看我们的迷你世界。介绍我们的自然地图依旧是皮卡丘的冒险之旅。嗯，感谢小伙伴的收看。好了，上期咱们继续上期那个没闯完的副本嘛。这边这个副本应该是跟冰系的那个宝可梦有关系吧？走吧，咱们直接进去吧。Let's go。哎，雪山，注意啊，注意啊！哇，水晶龟，我的天，终极福特狂雷闪！我的棒棒糖哪去了？奇怪。水晶龟呢？哇，哥哥，完了！哥哥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！千万福特，我刚刚又开出一个 Z 技能，千万福特。我这冷却有点高啊，电光一闪。哎，我到了 boss 这边了，哎，出来了。等一下，激动鸟吗？这一关是冰的，终极福特狂雷闪的，这没把我敲起来的。等一下，我来了，电击术。你分身，幻象。幻象，那是我的幻象。哪呢？激动鸟呢？好，我来了。就在那儿吗？终极福特狂雷闪，哇，直接秒杀！我获得了冲浪术，千万福特。哦。我果然没看错人，来，这个给你。他给了我一个那个什么冲浪术。冲浪术的话，咱们刚刚那个地方应该是去下一关的。嗯。你在副本门口等我了吗？嗯，等你了。好，我马上就来。不知道还有几个副本啊，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到自己的世界去啊？见到裂空座，你要把那个东西给我，不然的话这里我上不去。我丢不出来耶，给你。完了，我丢不出来，咋办？完了，这怎么办？丢不出来，哥哥。这怎么上去啊？你走上去啊，哥哥，我们过去吧。我走不上去。回原来那个地方，我把它放箱子里面。快点，我在主城那里了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一关的 boss 应该是那个什么火焰鸟。走吧，皮卡丘。这副本应该全是那个火系的神奇宝贝，小心点啊！火山。哇，喷火龙在前面。快往前走，哥哥。哇，喷火龙，终极福特狂雷闪，有火石效果的，你小心点啊。嗯，好。我靠边走，我靠边走。哇，好多，我的天！枪福特，走，我先去把 boss 给引到，哥哥。会被烧死，我又回来了。加油，哥哥，你可以过来的，我绕着他们走过去了。我这个副本好难啊，会不会是最后一个副本了？我估计是，因为我刚刚看旁边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了。不，但是我已经走过来了，哥哥。boss 出来了吗？还没有，马上应该就会出来了。我现在是绕着他们走的，一下都没被打着。哎呦，我 boss 没出来，他需要你过来。完了，我的小飞鼠被我一个那个千万伏特给秒杀了。我躲在角落里面，他们没有过来攻击我。我觉得我还能扛一会儿，哥哥你加油，只要过来了就行了。好，我从这里跳过去，这里我可以依靠冲浪术过去了。我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，他们三只恐龙盯着我，怎么办？我来了！加油，加油，哥哥 ！boss 有出来吗？没有，没有。终极福特狂雷闪，你走过来吧，不要都跟他们列战了，拿那个叫什么什么电光一闪飞过来。枪福特，走，直接往前走。你人呢？我在最后面 boss 的旁边。那个角落里躲着瑟瑟。电光一闪，钢铁尾巴，没事，幻象，走开。终极福特狂雷闪，好，我来了，千万福特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角落里这只兔子就是我，哥哥，出来了一个 boss 狐，什么鸟？火焰鸟，对，就他，等一下，我打我。我先跟他拉开距离，不然的话，我死了。我现在血量不健康，应该一个千万伏特可以把他给秒杀。好，交给我吧。
千万伏特，抽呀！我获得了飞行术。哎，可以去那个天空了。我可以去天空之城了吗？是的吗？好像是这么回事啊。咱们可以回去了。对呀、啊，你回去吧，我想在这里待着。走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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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去看一下吧。嗯，好的。天空之城应该不是在主城吧，哥哥？应该在后面吧？我估计，也许大概可能要打败裂空座。肯定是的。应该是要打败裂空座。哥哥，我过来了。天空之城应该是往上。哎，哥哥，我知道你要从那边出来，然后再往上走。好，你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先飞过去先。看一下，然后用飞行术飞上去，好像是这么回事，试一下看，飞行术，哦，我直接上来了，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用那个小淘气能不能上来，我小淘气跳不了，哦，我可以用那个飞上来，等一下我下去找你，我可以飞啊，不用哥哥，你可以让我自己可以走上来，用小飞鼠这样子爬上来不就可以了？你确定吗？嗯，我就在你旁边，你不用过来找我了。这里可是打裂空座了，上来了没？喏，这只小飞鼠就是我。好，走，你别骑着坐骑进不了传送门，是不是傻？那我进去了再找个坐骑。天空之柱，我的天，全都是绿宝石块！哇，雷丘喷火龙，千万伏特！哥，完了，我要回去了。快，你先把 boss 引出来。没办法，我回去了，一夜回到了解放前。那你快过来，我在这等你。好，我骑着我的小飞鼠过来了。终极伏特狂雷闪，嘿，冲呀！我马上就过来了，哥加油，你一定要扛住。你不来的话，这 boss 我应该引不出来。可我估计他还有一段距离才能引到 boss 那边。就在前面，就在这里。对。那好，那我马上就过来了。得你进来。好，我已经到那个火焰山那里去了。出了吧，小丽丽，实现我回家的梦吧！赶紧往前跑！我的天，这个雷丘还会那个。减慢你的那个移动速度，是呀，所以就很烦。哥哥，我已经在上面，你瞅到我没有？皮卡皮卡必杀技！哎，获得了月光宝盒，我的天！终极伏特狂雷闪，闪回去了吗你？我刚刚又开到了一个大招，皮卡皮卡必杀技，就是皮卡抽的那个必杀技，对，皮卡抽的必杀技。然后这个月光宝盒，看一下。使用技能可以回到过去试一下，终于能回去了吗？不过还是挺舍不得大家的，但我必须回去啊！谢谢大家对我的陪伴，菠萝菠萝蜜，再见，妹妹。我没回来，你抛弃我了。好了，咱们结束这一期了吧？好了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